그래도 유명하신 분. 아버님이 실실에 하셨나? 실실주가 거기에.
他就没干的话，你活小猪没干的话，他就那个，他就是没干。哎，这个一锤成功了，知道？但是你要小小弟弟就挺不错。我拿这些钱，我搞什么内子？我开支什么续啥的？你的务工，务工的东西不就是拿五大五小的呗？不近，咱们拿着点钱。
连个啥事？
门下来了，我有事情，在这边留。啊，要上查看的，拿那个垃圾桶去，他们使用管理的彻底，要么通通都给我。